啊！
他那边拿起来了，可以可以。其实美国那个轨道是比较高的。这是你一个人玩，还没打，还是自己玩比较好。哦、对，我喜欢享受他们。还没等下去台中港。台中港，这么晚还有车？对于台中港没兴趣。那也要压一下，帮忙压一下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蓝色那是什么车啊？十四系客车。十四系。北斗星嘛。北斗星哦，没收。什么车？那是讲话那个塞两次。老板已经不知道什么车了。他没有讲完，我以为他讲伦敦的，我说伦敦在他广告了。那就是我是啊，那是做二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有伦敦的？我伦敦最后已经，他们还有两点在新的店，三点。他去了几家？沿着巷子啊，那个巷子，左手边巷子。哦，听到了。像第一台过了之后，声音还可以听到第四台的。不过今年的那个每年固定都有。他那天说已经发了八个，对，是八个。急啊！你啊，你可能就对面玩。多人在那边玩，他们在玩，然后还有下。
关门的蓝屏那个时候拍了一张，好奇怪，电影是不是啊？也就是说，应该说你的新人 OK。